来通话呀，一起到童家江的太空舱民宿来体验一晚。这一米八的大床躺上非常的舒服，这三面环景的落地窗，这大天窗，这感觉一下子就上来了，特别适合小情侣呢。从房间出来到观景台，坐在这里看日出日落，举杯共饮微醺时刻，相拥一起吹吹风，浪漫的氛围就是想挡也挡不住了。到这里不用大包小裹，带上你的好心情就